人肉树枝，因为我的手拿着，我们换个面好不好？这样很难拍耶。啊，光好多了，光好多了，你看，它可以理毛，它在我的手上它不好理毛。人肉树枝。因为把它放在别的地方，其他的绿袖眼会来欺负它，还奇怪了呢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们绿袖眼哦，他们还是有那种欺负弱势。刚刚小红是对他脚腿上的包扎有点好奇，个吐看没。哦，你看，我给他一个人肉树枝。用我的手拿的人肉树枝，来，这背景很漂亮。哦，啊，好开心哦！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拍好。人肉树枝，小丽要不要来？小丽，小丽，你要不要来停人肉树枝？嘴巴开开，太累了是吧？嗯，哦，阿瓜今天痛快的理毛，刚刚洗了一下，他自己跳进去洗，然后不知道要停在哪里，他就上我的手。像我的手，它没有办法好好理毛，我的手太柔软了，对不对？我想到了这一只人肉树枝，我们来看看山红头在背后干嘛。近一点，这样有没有拍到？要不要拉个弓？哦，闪电拉弓，怎么样？还要不要洗？还想不想洗？服务到底，还要不要洗？阿光，还不要洗？再跳下去，还不要洗？还不要洗？还不洗啦？好吧，再泡咖啡哦。人肉树枝，3分钟嘞，我们先暂停好不好，阿瓜？很棒吧？其他的鸟要不要来？没有人敢来，这样就不会欺负阿瓜。好棒，对不对？等下再上我的手好不好？看阿瓜可以站了，宝宝艺术高明。对不对？哇，理这么久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要关机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跟大家再见，近一点，啊，再见哦。到底录不清楚，我也不知道，用手机录的。